加跟我们晒一下你的感想。我有点紧张，不过又很期待整个 treatment 会怎么样呢？我希望是很舒服的 massage， 更期待它的后果。结果。Hello， 又是我啦。自从我来做了除毛的 treatment 之后，真的觉得太有效了。然后有在问他们，还有什么 treatment 可以推荐的吗？然后他们就推荐我做这个 ONLIUPsize。为什么他们推荐我呢？因为是一举两得，又可以做护理我们的内内，又可以帮我们变大，帮我们 upsize， 何乐而不为？ Why not？ 不要 try， 所以我就敢敢去 try 了。而且一直以来我都是被朋友笑说叫我常以 apple 啦，什么什么 apple 啦这样子，然后我就想，try 了这个，可能我就可以摆脱这个 apple 的外号了。其实我是两天前做的，等这我做完了之后呢，我现在。自己是觉得每天我在穿 bra 的时候，我自己看啦是，好像真的一次的 treatment 就觉得哇，真的有一点 upside 到嘞。我现在跟你们分享我在做 treatment 的时候的感觉 ，OK？ 一开始嘞是很舒服的，他在帮我 massage， 他用一个 roll 这样子帮我 roll。After that， 他们就会用双手帮我们按摩，按摩我们的乳腺细胞。OK，honestly 这个 part 啦，我是觉得是有一点痛的。No pain, no gain 嘛，它痛哦才会痛，痛我们才可以达到护理的效果，又可以帮我们 upsize， 所以这个痛我还是觉得是值得的。我觉得这个整一个treatment还是算是挺舒服，而且一次我也是有感觉到，那个效果好像真的不错耶，所以我会再想去 try 第二次看看那个效果会不会更加的明显。其实全部女生，不管你是大捏捏还是小捏捏，我都觉得可以来 try 耶。如果你大，你不需要 upsize 的话嘛，它可以帮你分泌，而且最重要是可以帮我们护理，可以帮我们来预防一些maybe 阻塞的疾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想要 be upsize 还是你想要当做一个 treatment 一个护理，我都觉得很值得 try。 你们一定还是很好奇，捏捏给人家 treatment 给人家按摩这样子疏通乳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来 try 啦， try 了你也跟我分享，你可以在下面 comment。 今天的分享就这样子啦，拜拜。